嚟啦，翻嚟啦，第三 part。嗱，第三 part 咧，我已经首先已经系熟慢咗，已经系俾你哋睇咗啦。呢度咧，我剩翻少少，我自己咧就会拉翻住俾你哋睇。嗱，如果你哋绑得冇得好再绑咧，咁咧你就可以 stop 啦呢啲发尾。如果发尾咧，有啲人识得绑住骨边咧，系睇你点样去 join 翻起啦。我哋有冇用 join？一樣咁樣綁，呢個平時係魚骨邊一樣係扁身嘅。當然啦，嗱，我差唔多綁曬俾你哋睇啦。嗱，魚骨邊好，呢個上帶固定咗起先。如果有啲咧係好中意發尾咁樣長長咧，你覺得直直好肉酸咧，當然你可以上一個啊。湯攣嘅，即係如果有啲人中意咁樣彈一彈下都 OK 嘅。今日我嘅造型啦，係咪喺度好特別？四個魚骨邊，又係四個角嘅。嗰日咧，你哋係睇到啊、四個角嘅邊仔啊嘛。今日係魚骨邊，記住魚骨同埋嗰個三個邊仔係唔同嘅嘢嚟嘅。魚骨當然，如果你做愛魚骨咧，好幼細咧，你嘅嗰個邊皮咧，你又開到有啲，因為我今日整粗粗俾你睇，係因為你驚你哋睇唔清楚，所以我會整粗啲嘅俾你哋睇嘅。好啦，今日我嘅短片咧係到此係已經係完畢啦。如果你哋覺得有幫助到你哋咧，你可以 PM 我，或者喺嗰度 comment 我，或者如果你哋綁咗，你可以 hashtag 我啊。OK， 我的 Facebook 是 Apex Hair Salon 和 Instagram Apex Hair Salon。 好啦，再見，多謝曬。